我们来关注疫情方面的疫情防控的最新消息。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，21号各地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，其中本土病例4例，分别是上海3例、江苏1例，另外28例则是境外输入病例。21号各地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，均为境外输入病例。21号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和疑似病例。截至21号，现有确诊病例1448例，其中重症病例30例。